欢迎回来新闻现场，继续关心的是火烟严重，木兰洞水会和明光文教基金会共同举办着关怀活动，希望在春节前和火可当冲突。主办单位感谢关怀人的善举。负责分家南区火库的台南关怀中心发出库存无够五天的警讯，在严冬中严重的火风之时，嘉义木兰洞水会甲明光文教基金会就在岁月这么寒冷的日子，照着嘉义公园来举办关怀活动。一年有三届关怀公益的木兰洞水会会长杨丽京表示，关怀救人真是功德无量。善事的建设，啊，奖品嘛真丰富。人讲关怀，关怀一地，救人一命，希望会当直接接到媒体的力量，大家踊跃来关怀，功德无量。杨丽京做表率，关事献花，关怀车顶关怀人潮不断。民光文教基金会理事杨秀丽表示，关怀会用的促进新陈代谢，上重要的是会用的救人，帮助危急需要的人。所以我们还是呼吁社会大众，如果你身体健康，那我们也希望你来捐血，然后你自己新陈代谢也很好，然后我们也可以帮助别人。谢谢。感谢关怀人，主办单位提供精美的奖品回馈，要甲社会大众做伙来做善事，和火库会用的冲入医疗单位伫春节期间。有足够的血量来运用，关怀人的功德，增添着整个社会更加侪温情。细心新闻蔡明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